中国现在这个发展的很快呀，你看大家的这个物质的这个这个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所以说对这个精神上的，还是对物质上这个就是对情怀上的这些东西呢，它也逐渐的有了更高的一些要求，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手工的东西这一块呢，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一个机会，值得去做。